大家好，我是卡佳。大家好，我是卡佳妈妈。今天我们有下雨，妈妈要教我做什么好吃的？莆田的那个煎包，就煎包还是什么？应该是煎包。好的，我一会做。没事，他们老好看，他们明白我们要做什么。好吃的，好吃的。这边莆田有，别个地方可能没有。啊，没有。妈妈要什么？这个肉你加根水点，后来，加这个，葱，这个是葱头，后来腌一点的哈，要油，酱油了，酱油，头彩了，头彩，你要开水是不是？开就烫一下，好，加这个，和这个面，面包，没有加上，那这个面我都泡好了，哇，你这个做面包吗？很好吃的，它都是软软的。这个妈妈就很好吃的，我闻一下，闻好，这个都是妈妈的味道，这个是妈妈的味道，妈妈的味道，这个要开放水是不是？泡一下啊，泡一下啊，我要打好。这个汤太咸了，我们这个大。现在再加人多一点，要多。так， 都是放一起。这个一个是莆田菜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可以。妈妈要给酱油，为什么你要做这个？这个面太多，一会底下烧了。啊，一般的要油。现在可以说，因为那个时候不会听。
为什么要放水？放水，水放一点，里边肉能熟。啊，不放水，里边肉不熟。啊，明白。好，现在要等，这个用开水倒下去。啊，一倒下去就开了。要连水就会放里边，你没开，就会那个皮都软软的。啊啊，明白。里面好了啊，外面有这个硬硬脆脆的，对，脆脆的，我喜欢。我们看还有水，不要开，把你们烤好吧。等我来。什么？好了。肉的味道好好吃啊！嗯，要我啦。这个好吃还是汉堡好吃？没有吗？你的汉堡好吃。汉堡。这个是价格汉堡，是不是？宝宝开心的时候就这样子了。是吗？对呀。啊，嘉欣来。嘉欣，好不好吃啊？好吃，我觉得像肉的味道。嘉欣，肉的味道。没吃，没吃，你还没吃。肉吃了，在这里。啊！大口咬，我是福建的，福建莆田的，福建秀语的。有些话是这么说：爷爷叫阿公，奶奶叫阿妈，爸爸叫你给妞，吃饭叫给小妈，还叫阿哥，你还叫二哥。